台北，现在是台北101台北世贸中心这边附近，因为哦，外面今天下着雨，可以看得出来吧？我撑着雨伞不是因为太阳很大，好不好？因为它外面下着雨，然后我觉得说带我们的相机出来拍摄感觉不大 nice， 所以我今天来测试一下我们的 GoPro Five Station 的算是功能啦。因为它其实我可以不用拉得太远，它也可以做到很广角的目的。那假设真的还不够广、不够景深的话，那我可能再调一下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它在雨中，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它防水这方面，就是防水这方面，我可以不用担心说它淋到雨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还有一点比较不好的也算是小缺点，就是它没办法调光，还有以及收音的方向，因为它目前收音就只有一点，它不像 GoPro 5 Hero 5有三个地方可以就是收音，看哪一个比较清晰，这只有一个，所以如果我收音不好的话就掰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要去松高路一号酒楼，那我现在正在找到底一号在哪里，假设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这附近哦。这是水耶，好想要把 GoPro 丢进去哦。他们这一系列做的还不错的是他们防守阵这一点，因为我昨天有测试一下，我觉得他们防守阵真的做的蛮不错的，就是今天拿出来测试啊。这应该是松高一路一号，好，觉得那个访客发卡机超屌的，好不好？那我没办法在这边发出太大声，因为这边超级大、超级高、超级大又广。我发现应该还有阿婶还没到，还有另外一个 role 也还没到，所以我先在这边等人，然后再统一一起上去。虽然我不知道上面到底有多少人，可是我今天没迟到，好不好？现在是1:55，那我没有迟到。我等人，我在想等一下结束要不要去喝一杯咖啡，各位觉得呢？Hello， 你好，等一下我会跟 Daniel 有 meeting， 三个人，对，谢谢。要太低了，不会吧？原来有分哦，原来有分哦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这里面感觉好像洗脑大厅的。可惜我不能拍给你们看现在的样子，我会被骂。我只能这样跟你们讲，这边其实很多箱子，但它现在不是这样子的。上了之后怎么拍就好。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所有的试玩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少可以玩到那么还没上市之前。你是英文录是还没上市吧？还没有。对啊。所以这个要等到1月18再给你们看到。嗯，那因为碍于石头还有工作，所以我没办法在这边待太久，不然的话，我好想要再跟他们多吃一些饭，然后叙个旧。整天都在工作，整天都在工作。对啊，我一整天都在工作。不会吧？我们最终是一样 B 卡。我们遇到实况组，我们都会跟他打招呼，但唯一几个实况组是像那种六探鸟屎那种完全不熟的，我们都看到我们都不会打招呼。我说到底该不该打、啊？我们知道他，可是他不知道我啊。跟阿神分开了，他现在就在车里面。对，那我呢，要一个人先去搭我们的客运回去啦。可是这样你很容易被打死啊！这样很容易就被打死。我回去再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到底我们今天也不能说分享哦，这只能讲说，其实今天这样子出来用我们的 GoPro， 我本来想说可以拍多一点画面，可是碍于真的是在那一个活动场合里面，真的你没办法拍太多东西，所以等一下我现在要去哪边？哦，对，是这边。我想要帮这只 GoPro 买一个算是自拍棒吧。
不然你知道我现在是用手抓着这一个 GoPro， 然后再拍自己。实话说，这次的试玩还有各种工作机会，真的要感谢阿神，因为有阿神的推荐，我才可以来到 Sony 这边啊，玩那些还没上市的游戏啊，并且我还会有还可以跟着阿神他们一起主持，这一个机会真的是不可多得。那我也很希望借此的机会，还有经验，可以让我更加的纯熟于这一块。更希望下一次的电玩展，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参加得到，我怕那时候我要当兵了，因为是明年的事情嘛。希望下一次的电玩展，我可以也收到所谓工商活动，然后也是因为有人看到我的表现，在推荐着我。贵人不嫌多啊，感谢遇到的所有的贵人，爱你们。